不好意思，梁先生，我来帮你找来，因为里面那个活计，我真拿他没办法哎。调查的如何？根据我们的案发现场调查，里面有三个人痕迹，其中一名死者叫 David， 他的致命伤是头部，遭受多次的重击。是有诈骗前科的 David？ 是的，现场有个包包。 根据证件里面，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包包是属于一个叫 Karen 的医生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的去向。我们在盲人棒和 David 的眼睛上发现有他的指纹，总感觉这个案子和他脱不了关系，而且他拒绝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，意味着认罪。 总感觉他在隐瞒些什么哎，而且他没有可能杀死 David 吧？他没有这个能力吧？而且 Karen 又失踪，唉，只能等到他开口一天，这件案才有进一步的发展。 是凶手，David是我杀的，我不担心承受所有的罪名，我也不在乎。麻烦你来处分。现场除了你，还有一个留物品，到底那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醒来的时候他都已经不在了。警官，既然我已经认罪了，你可以提案。 事情的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那么你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啊，人真的是我杀的，我杀他纯粹就是因为自卫，这里有哪里啊？盲人怎么杀死一个正常人？你告诉我你的凶器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女的，她有痕迹。 但没有踪迹。凶器是……反正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认罪是因为我的内心过意不去。如果是这样你说的，那你就告诉我啊。如果他是清白的，不需要你来顶罪。现在他失踪了，人在哪里？我们都不知道。 我们可以动用资源来找到这个人，但前提就是你要来配合我们。他又怎么可能是清白的？显然，你不知道怎样帮他才是对的。 但你和我们配合说出实情，跟我们一起调查，没有出路的话，我们可以跟法官请求减刑。他的家人依旧等待着他回家。如果你还不愿意说出实情的话，他获救的几率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低。 请问公园怎么走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想问公园怎么走？真的不好意思，刚刚你说什么？
不好意思，我想问公园怎么走，因为我看不到。其实我不太熟悉这里的公园在哪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？哦，这位先生他想要去这里附近的公园。嗯，对，我知道怎么走，需要我带你过去吗？那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走吧，小心。今天的新闻又是失踪案，哇，这个月都第几起了？哎，谢谢你啊，你人真好。喂 ，David， David， 这是哪里？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呢、啊？是啊，他是把我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我就被打了。然后你并不知道他是个诈欺犯。原来他是个诈欺犯。他曾经假扮过盲人，还有留下案底，然后。他对你做过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刚聊到哪了？啊，是是是，好，我会先送一个过去，另一个可能会迟一天才送过去。今晚吗？好好好，没问题，今晚我肯定给你送过去啊，你放心。我要你在30分钟内赶到，地点。就是上次我和你说的那个工厂。哼，来不及也没关系，只是那个后果不是你花30分钟就能解决的，你好好想清楚。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快到这个地方，你不要再一直拿影片威胁我。我也可以不拿影片威胁你啊，但感觉上你最近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了。 OK， 好，那现在我来，到底要我干嘛？房间里有个盲人，去看一下怎么处理。上头要我今晚把他给送过去。你连盲人你都不放过，你到底，你到底在哪里抓到他？你不用管我在哪里抓到他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他给我处理好，明白吗 ，Dr. Karen？ 要在哪一天威胁？我可以不拿影片威胁你，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个资格和我谈条件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多久可以好？一个小时可以好。OK， 就一个小时。
Karen 还是同谋？你对这个人的信息了解有多少？他毕业于艺术系，他很喜欢他，我想他的包包里面一定都装一瓶酒精。身为一个医生，却一直都感到非常奇怪。你的眼睛怎么回事？没想到还会再遇见你，我更加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这样的你。我说你的眼睛怎么回事？我还以为我离开了你，你会过得比较好。阿蒙 ，David 刚刚说你是瞎子，难道这就是你休学、放弃我们的理想，还有离开我的理由？这是遗传性的白内障，我是做了检查才知道。我的情况你已经看见了。还有资格当一个医生吗？才不想成为一个只能依靠他人的残疾人。那你呢？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一声不响，就离开了你。真的只在意这些吗？我背起来了，来，先喝水。这影片怎么回事？我背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和你解释这么多。昨晚我的客户都被你服务得很开心，但是你现在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，只要你完成了预防，你的家人就能平安无事。David， 你这个禽兽！我选择离开他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他的累赘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遇见那个禽兽，却是因为我。难道 Karen 就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弟弟吗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他被那边到底压榨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他竟然完全都不敢去抵抗。阿蒙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趁他现在还没回来，你赶快走啊！你再不走，他随时会回来，到时你要跑就跑不掉了。就算我逃得掉的话，那你逃得掉吗？你还在说什么啊？你赶快走啊！再不走来不及了。既然已经找到了反击的武器，那我为什么选择来伤害你自己啊？今天就算我逃离了，那你呢？你逃得在这个恶魔的身边吗？这样的日子你还要过多久啊？走不了了，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David每次提到
去和组织的人见面，他每次很快就回来了。我相信是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，而且这里人烟稀少。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们一起走吧，好不好？你只要告诉警方，在这里附近搜索，应该就可以找到他们，这样就够了。这里还是很危险的，我们逃出去，然后我们一起报警，我们一起离开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阿姆，我真的不能。到底怎么了，阿克？你怎么了？对着我的理想渐行渐远，他们都是无辜的，是我的懦弱害了他们。原来到最后，我才是那个不配叫医生的人。不是的，凯恩，你听我说，凯恩，不要，你听我说，凯恩。原来一直以来，那个病患是我，组织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对不起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不好意思，刚才说到哪里啊？哦，刚才我们说到梁警官，之前根据你的线索，他破了案之后，也破获了一个跨国非法人口贩卖组织，所以之后他还有跟你做些什么协助吗？我其实是非常感谢梁警官的，我很希望可以帮上点什么忙，只是我是一个盲人。我根本就不知道梁警官是长什么样子的，我只认得他的声音而已。不过，我是真的很想帮，毕竟是因为我。如果你们真的有看到梁警官，或者是有任何有关梁警官的情报，请第一时间的通知警方。也许就是因为你们提供的情报，梁警官才能获救。我是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，他真的是一位我们大家都很需要的警官。龙先生，谢谢你今天的采访。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对梁警官的案情有所帮助。看到你今天这样子，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振作一点，毕竟日子还是要过。小姐，你漏了东西。哎，谢谢你，我真糊涂了。没事。麻烦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
为什么这个熊会在这里？这么一来，你妹妹的案件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，那就不要紧，这里交给我。我总觉得这个人在保护着那个失踪的女人。宋毅，你这个混蛋！对不起，我是我担心承受所有的罪名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我醒来的时候，红衣，你这个混蛋，给我出来！反正他就不是那样的人。那他就没有想要逃离过 David 吗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被 David 到底压榨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他竟然完全都不敢去抵抗。我发现身边的声音越来越安静，我想他是把我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然后你并不知道他是个诈欺犯。是的，他曾经假扮过盲人，还有假人后，他对你做过什么？案子了结的时候呢，都不会有人回到案发现场的。你果然是一个聪明的警察。难道我的故事里面是不是有让你怀疑的地方？那我妹呢？你对她做了什么？梁警官，既然你那么多问题的话，我就一一的给你解答。敢对我下药，要不是我装得像，我还能放倒你。小姐，小姐，醒醒，小姐，小姐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我刚听他打电话说什么组织，什么送货的，这里肯定不安全。
就沾满了血，警察迟早能够找到我的，我何必要躲起来啊？至于第二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假扮盲人？梁警官，你那么聪明，你会不知道答案吗？你不是都已经受骗了吗？至于第三个问题，你的妹妹在哪？就让她来告诉我。想回你。